耀的舞台上面。首先让我们欢迎的是2013中华葡萄风舞总决赛编号第一号黄玉涵，欢迎玉涵，谢谢。美丽的仪态，自信的笑容，也希望我们今天所有的朋友一起共同为他们加油。接下来为您介绍编号第二号黄凌瑜，欢迎凌瑜。为您介绍编号第三号来自我们印度的参选佳丽，来自我们拍马。杨千佩，编号第六号，让我们欢迎罗琴。编号第七号，欢迎徐韵雅。编号第九号参赛者，欢迎顾子欣。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的是编号第十号参赛者谢宇轩，欢迎。接下来为您介绍编号第十八号陈丽杰，欢迎。为您介绍编号第十九号王维勋。继续为您介绍编号第二十号郭田荣。决赛的21位美丽的女孩，即将从她们中间会有一个人今天在下午的时候会戴上后冠。我们再次用最热烈的掌声给这21位参赛者最大的鼓励好吗？谢谢。
经从407位当中，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比赛当中脱颖而出，终于站到这一个彰化县政府的决赛舞台上面。一路上要感谢的真的是太多了，有一路陪着他们的家人跟朋友，共同的努力，共同的策划。当然我们也很感谢所有在场敬爱的嘉宾，你们的所有的指导跟支持。在这边呢，我们现场呢，我们也要欢迎呢，包含有来自我们各乡镇的市长，以及我们各乡镇市农会的理事长，还有总干事，还有我们的代表们，谢谢有你们辛苦的一路陪伴。我们也请以上的所有的代表长官起立，跟大家挥个手致意好吗？谢谢，欢迎我们各乡镇农会的理事长，加油。接着呢，邀请大家借由一下你的视线，我们看一下我们右方的媒体朋友，谢谢。美丽的公主，等会需要你们共同的为他们集气，等一下的掌声也千万别吝啬咯。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左边的摄影的，我们亲爱的有些亲友团好想要捕捉住他们每一个支持者的美丽的脸庞。好，我们再度掌声谢谢我们的县长，也谢谢。